然后下面着重说一下这个11版。11版呢有几个功能。11版 S420, 通48伏 DC-DC 变换。这里是 DC-DC 啊。DC-DC, 就是直流变直流 ,48 伏变四路输入符，给 IPM 模块做积极电源。积极电源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48伏变5伏12伏给 P 板供电，给 P 板给硬板供电做 MPS 电源。MPS 电源。11版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这里通过展波器控制呢，能够就是控制这个 BK 线圈，限制 BK 线圈的电流。这 BK1 BK2 呢是制动器线圈，通过这个展波器控制呢，能够实现它的一个张开闭合的声音噪音噪声吧，就控制它的噪声增大或减，就控制它的噪声减小。对，这一个 CRR 保险呢是420的 S420 下来的 CRR 保险，作为主控制电源 CRR CRE 是79 CRE 这里是79，也就这份图其实比较新了。这个79是这里一，这个12版，我们说的12版其实这个叫 PSE 版， PSE 版的48伏转的125伏共79。79呢就是给安全回路啊，给安全的安全回路或者门锁回路，门锁回路供电。好，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各个硬板的功能。然后呢这里还有一路，看到没有 ?RST, 用户进线直接下来的两根线。两项呢经过这个 ACB, 经过这个变压器呢，它变成了HST。HST 是干嘛的呢？HST 是层栈电源，井道层栈电源，给外呼供电的。这里是另外的一个220伏交流电，220伏交流电经过 SCB 空开，给照相照明，给照明，这是照相照明。Light, LIGHT 嘛。CAS, 校顶及就是校顶检修照明。校顶上的2把。在凌云体里面应该是 L10D L20D L20D。 这是这张图的内容。